330瓦是最好的，目前是目前，因为这款是新款，200瓦的在上面。这个如果是户外演出的话，我就希望用330瓦好一点。如果室内的话，如果在成本上觉得怎么样？因为这款比较贵嘛，它比200瓦还要贵很多。这种的话，现在是4000块钱。这个是。